他不会注意到我的鸡窝头吧？还有头上这个疤，难看死了。我为什么要在意他？冷静，冷静，一个梦而已，一个梦而已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刚开锁的时候，看你家冰箱都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买了一些帮你填一下，不用谢我。你这一大早就是来给我做早饭？你不是说我做的早餐难吃吗？我改良了一下，你再试试。明天想吃什么？明天？哦，不用了，我明天自己来就好了。那你一般早上都吃什么呀？鸡蛋、牛奶。没了吗？早上那么赶，哪有时间搞这么多啊？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和我搭伙吃早饭？说得轻巧，你每天搞这么复杂，那谁负责刷碗？谁刷锅？谁收拾？你只要负责吃就行了。一个月多少钱？温医生，开个价吧。厨师费多少？材料费多少？按天计算，绝不让你吃亏。我看起来像是个卖早餐的吗？还是算清楚点好，不然别人会觉得我们……我们会觉得我占你便宜。哦，那成交，以后你负责买食材，我负责做。好了，可以吃了。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，换了不习惯。会挑位置，这边坐起来更舒服。